确实。我也说过，偏向地区的，球队来讲的话，很多因为经费的问题，然后没有办法请一个很好的一个教练去，然后通常都是直接抓学校里面的一些老师啦、主任，然后他们喜欢棒球，然后对小朋友有一种关爱的眼神的时候，他们来教。可是因为毕竟不是棒球出身的一些老师，可能对于棒球的一些观念可能还是有在加强。我觉得透过这个仪器可以让他们知道，然后也可以让小朋友看到一些影像，还有他的挥棒的轨迹，还有手腕的应用，还有那个挥棒的角度，这些都是对小朋友非常有帮助。然后你看这个是完整的一个挥击，所以你看这个影像就应该就知道说那个挥棒的轨道。以前我们常常听到就是科技化的一种训练嘛，然后现在别的国家都已经开始了，那唯独我们台湾还没有，正在起步而已。那我相信现在以科技化来训练的话，我相信后面会越来越棒，然后不能再说别的国家了。